哎，你在这儿呢。你都不知道我这辆车啊，平时撞得跟牛似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咔的一下就坏到你跟前了。我觉得这是一段注定的相遇，是一种缘分。到底是男人女人啊？怎么喝起酒来比男的还猛？我是女神的代表，男人的内心。哎哎，为什么在哪都能遇见你啊？我一出事你就出现，是不是都是你安排好的呀？我在这埋伏好久了，我在你身边下了好大一盘棋，就你不懂。我喜欢我这个人呢，逻辑性你是知道的，比较自己，所以之前有些事儿呢，我误会你了。嗯，你别生我的气，原谅我一次好吧？没关系啊，我爱你啊。你这个人啊，大方、聪明、仗义。举起，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男人，但是我想要的另外一半不是你这样的。说大道理，别自己欺骗你自己了。我有心上人。知道。试过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石总电话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有开机，我有点担心他。那再找不着你。我都要到公安局去报失踪人口了。这么说，那是要把粥喝掉。这粥怎么来了？子夏，吃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！啊，才是蛔虫！你把粥熬得这么好喝，你说我要喝完这粥爱上你可怎么办？你是发烧烧糊涂了吧你？净说胡话！我要喝粥。到什么程度？什么到什么程度了？原来。人家一垒、二垒、三垒，什么一垒、二垒、三垒？我跟时光真的只是同事的关系，你俩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是一说起他来我就脸红。你敢说你心里没想着他？你心里没他？你脸红了吗？那脸都红了，这边光衬的吧？所以你要是看准了，恰好抓住机会，别磨叽，过这村就。你还相信爱情吗？你相信我就相信，你先问问你自己相信吗？咱们相爱的感觉多好。